又阁是你？阮 boss 确实是放过你一命，伊无讲我袂当互你受苦陪肉疼。伊先甲证据交予警察，一定要替证人退公道。伊咧，你一定爱平安哦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完成啊，只要用金钥解锁，就当提着咱就行了。你光要去退证据啊？偷摕去的物件，赶紧交出来，我甲你保证，咱上方面都无需要感觉为难啊。为了证据，性命来搏。你把 USB 交出来！我甲恁两个讲过啊，物件无伫我遮，你到底把物件藏伫咧倒位？这么重要的证据，我无可能交恁两个啊！动手！要摩托车，要救护车，警察先！我来看伊有外口，会使紧开紧外久，咱就伫这看水饺浮起来就好。连吴明家、甘姐那边都无消息，卡电话无人接，敢是拄着什么麻烦？十外分钟过去啊，还无看到罗安姐浮出海面，应该是回去啊。你来公路发生车祸，现场有敢那是安姐陪跑啊？